我不知道我那东西是否能用，我不知道我那东西是否还灵灵，我不知道我那东西是否无能，我只知道我那东西天天在动呀。嘿，我那东西就是我的宝贝脑袋，这个可怜东西天天跟我受苦，一半高速旋转，一半还要找点舒服，要是特殊情况还得那糊涂，这个宝贝脑袋有的时候很容易会不是思想混乱，就是不太好转，第一需要挣钱，第二闲事少管，第三注意维修，劳逸结合，保证安全。我那东西就是我那宝贝胸怀，有时宽广，有时豪迈，有时变得狭隘，说别人非常愉快，谈自己变得悲哀，我分不清啊，真真假假，好好坏坏，可就是人言可畏，像是个老太太，搞得你也时好时坏，七上八下，无奈。我的胸怀不太坦白，但是不是坏，大千世界瞬息万变，实实在在太快。我那东西就是我那宝贝恋爱，装的记忆甜言蜜语，保持那个气派，为他我敢上山下海，出生入死不知好歹，结果鸡飞蛋打，热闹一阵白来，姑娘要的不是风采，只是那个金银钱财，海誓山盟，海枯石烂，留在那个30年代。 I love you 需要钱财， I love you 愿打愿挨， I love you 这个时代没钱咱们拜拜。想念我的老爹，天天挂念，日夜不安，不放心的老娘，他们对我的那个宝贝东西带有希望，他们才是我的勇气，我的信心，我的胆量，我的东西时刻准备发动向前闯，我的东西时刻准备随时同你